Yes 啦 ，Yes 啦，哎，可以不用做了，我们来做。No， 那个印度神童讲。我们会发达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发达。暴富啊！对，我们现在不用做了。我关电脑，下订单。我没有拿过电脑出来。只要你做工哦，是我一生的痛。我酸到啊，今天。来来，印度神童讲什么？讲我会发达。没有，他不是讲你而已，讲我们全部都会发达。他讲穷人。对，我们是啊。你不是啊。我现在是穷人，不过我今天做了这个东西过后就不是了。你们懂什么原因吗？因为。都有7000万张彩票 ，Supreme Jackpot 7189万7000零95，差不多7200万呢、啊。拿到我们全部不用做、啊，分了一个200万的吗？因为你要买嘛，要买才有得分嘛，没有买分啦。我你先平衡一下分了我啊，我就给那个买人的钱。如果没有赢，没有赢我就没有买到吗？哦，你好买啊。哇，这样很厉害耶！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不是提倡赌博，我们是去买一个希望。这个是合法政府的。没有，我们也没有在帮这个东西打业费，纯粹因为印度神童讲穷人会暴富，所以我们就去买买看这个多多7000多万哎！你看这种人要暴富啊，都没有零用啊，这种都不要付出，哪里会有收获？还要跟我讲要中多多，你看他这个姿势。跟穷那个字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我不是在帮赌博打业配啊！哦，你们注意注意这，我从来没有打过赌博网的业配啊！你不相信你们去找，找到有哦，我中了7000万，我给完你。所以呢，现在你们要跟我一起去。这好有分的。有，如果有买的话，我会分钱给你们。叫我买一张就好了。我信你个鬼！总之呢，只要一中，我以后什么都不用做。那我们整天只拍旅行的 vlog 就对了啦。OK， 去你要买啦。买。可以啦，总之不理啦，我一定要买就对了。你看现在好人蹦是发什么达？你看这个 IG， 他有了马六甲的黄金感，你看到吗？他讲那个地方是他的、哦，我的好朋友已经发达了，我还在那边看住这几条懒虫。一条一遍。走，我们去买多多，看看会不会中。中了的话，我也不会拍出来跟你们讲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，正式加了两个员工，这个应该有人看过了，这个有人看过。有啦。这个西巴高二号俊宇，他是我们第二个进来的人。这是西巴高三号。所以这个是刚刚进来的，他叫小丽娜 ，OK。西巴高一号在后面，自我介绍一下。这是西巴高一号，西巴高零号。西巴高是什么？西巴高你说啊，四眼狗。所以哦，以后来我这边的考卷是不是西巴高不可以来我这边做工？他原本也是，不相信啊？看照片。不认真。要不要去？我们现在去一夜致富，走，跟我一起向前看。小孩子不可以赌博啊，不要像他这样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去暴富啊！哎，你们觉得我不会中吗？会啊，等爆发，等疫情爆发，等他脾气爆发，等他的脂肪爆发。闭嘴！我拿钱丢死你！他中了啊，7000万，我全部换一毛一毛来丢你啊 ！OK， 所以我们现在一间一间去先。去大学城先，我们买了不会拍给他们看呢。等一下他们有记录起来是不是？等一下开出来他懂我们中。对，就给他们看打马赛克。我们只会给你们懂，我们有去买，有没有中呢？我跟你讲，以后哦，如果我中了以后，你注意看我拍 vlog 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现在已经有点做变态样了。嘿，财神到！叮叮叮叮叮！耶！这间啊 ，OK， 好，多多万岁，印度神童万岁。如果我这次没有中，是不是你之后就会看到我一直屌在印度神童就对了，我会屌爆他头。各位观众，祝我好运，我即将成为暴发户。要买多多，走路有气势。哦，一条2块，我这样子我要100块，然后这次是几时开哦？明天就开啊？哦 ，OK， 我给印度神童骗来玩的。OK， 等一下，等。OK，
我已经买好了，一组号码它是这样，一组号码2块钱而已。所以、哦、我买一张纸里面有5组号码，总共买了20张，对我都要对啥去啊？再有100组号码，我再去别间的来买希望先。OK， 我买这个 Supreme Toto 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合买的，我现在要打电话给他。他就是之前我们在马六甲遇到的那个瓜里阿贝，我来 call 他先，跟我的观众打招呼一下。这个就是黑无常，我现在在拍 vlog 买多多。什么过掉在这边？现在我们到第二个作战地点。这样我要买50块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有吗？有吗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那个、啊、还有那个 YouTuber 还在买多多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那个还有那个 YouTuber 还在买多多。小赌怡情。10块买一张买高。这个不赌，这个买的是一种希望。对呀、啊。来来来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们的团队，你看你看，你们是要买10块，有买有希望。Andy 啦 ，Andy 有没有？你要自己买啊 ！Andy 他拿出来，他这样子两个 ，Andy 我可以买多少？好了 ，Let's go 啦 ，Go！ 第二个作战地点，多多薯片6包，200块，20张哦，5张，啊，50块。来了来了，来俊宇，这是你的，还有一个10块钱是谁的啊？啊，喜杰的，这个是喜杰的。耶、yeah. ！来，这个是新力的5张，这是我变复活证据。哎、yeah. 欸，还有一个人也是买5张哦。谁？啊！复活！哈哈哈！现在吃一点冰，调节一下我明天中这个 jackpot 的心情。嗯，凉凉嘛，舒舒顺顺。谢谢大家，我即将一夜致富。幸运女神与我相伴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地方啊，买得好就等明天发财啊。我 YouTube 前面也要关掉了。OK， 拜拜。薯片6包。第一次买了1000块的纸，感觉如何？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感觉，等明天开中我的号码的时候，感觉会比较好。OK， 任务成功。这里你看，1000块的多多纸，希望里面有一张是7000万。哎，各位看我的影片那么久，终于教你们一点有知识的东西了。买多多，中多多，7000万，明天开彩，暴富不是梦，印度神童 ，Oh yeah！ The next day， 出好出好 ，OK。出好出好，我们买的时候哦，才7100万，现在是7500万，你看，5633505656 ，Supreme 658即将开彩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56933505656中一个50可以吗？他跟你讲烂趴，中个50钱。6933566 OK。5333566三个哎。3355中个中个。又有了。50哦有2个哎。56933502组哎这个。2000 years later。噔噔噔噔噔噔。现在不是这首歌哎，现在是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！妈的，刚我们上网 check 啊，他讲中3个字的话啦，是中8块钱。OK， 你看我中56933505656，33505056这个中一个，56933505056这个中一个，这边中2个，所以我们1000块在这边没有输到完。这故事告诉我们。不要去乱乱相信印度神童讲的话，也不要相信多多骗我们7500万，7500万哈，7500万哈，没有说完呢，1000块这边一组是8块，我这边中5组，8×5=40，输960块，没有吗？还有黑无常赢了一半呢、啊，500赢了20块，输480块，看无极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已经帮你们测试了，这个多多 jackpot 是不会中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
你输多少钱？你不要看着我就笑。我输五十块而已。这个输多少钱？五十块。你输多少钱？480块。你要找我业配吗？妈，多多骗钱的，呸！印度神童，呸！拜拜。